就只有这边有反应，那边的朋友呢在玩笑好不好？哇，大家等谁？没错，大家等刘力扬，对不对？大家等了很久，对不对？好，那大家呢再次欢迎来到这个阿罗哈出席刘力扬的这个转机的这个签唱会。那等一下呢，在力扬出来之前，那今天我跟你讲哦，今天这个签唱会呢是感觉像音乐会，因为呢力扬会唱很多首的歌曲 ，OK。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入口处那边有这个专辑的柜台，那今天只是优惠价30令吉。那等一下力扬唱完歌之后呢，会大签名，而且一定会签完才走 ，OK。虽然明天早上我们要飞去东马，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签完才离开。那所以呢，记得我们在柜台那边呢有30令吉的这个专辑柜台，今天晚上一定会签完才离开，好不好？那大家这时候呢，在等力扬出来之前，我有北京进口的海豹水药 ，OK， 我跟你们讲，我只有三张 ，OK， 我只有三张，这三张是力扬特地从北京带过来的 ，OK， 好，那有要的话 ，OK， 水药水药，好像很多人要是不是 ？OK， 来，好，我要唱歌，要唱歌 OK 吗 ？OK， 唱歌好，这边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唱歌把我手立刻放下来，不敢看我了。来，好，来这边有没有？来这边谁要？好，那绿色灯的那位朋友，来绿色灯的，来一位，楼上啊 ，OK 吗？可以下来吗？没有，不是丢啦，要唱歌的，有没有？有没有？来绿色的，然后还有这边来两位，然后到你，对，这边有没有？前面。好，来你三位来，好 ，OK， 来三位赶快上来，玛丽对不对？哎呀，我也是玛丽一份子吗？来叫什么名字？尤利，耶，我叫大力，虽然是不比那个世界杯大力啦 ，OK， 今天有得放。来，你叫什么名字？小雨，哦，小雨，来叫什么名字？叫 Audrey，OK， 好来。来，你要唱什么歌？我们要唱新歌，我们要唱旧歌了。OK， 来礼物啊，来一句好了啊，来一二三。你送的礼物，回不来。哦，厉害，不错，来送给你，来送给你，来再送给你，谢谢。好，很厉害哦，你可以下去聊了，还是要在那边站哦。来小雨来这边，来小雨 OK， 来你要唱什么歌？礼物也可以的 OK， 礼物哈，来不要手不要震，哎，我以为这里有地震，来一二三。不错，好，来。刘力扬哈，但是哦，我只 feel 到现场只有10%的热情。大家一是这几天看那个世界杯看太多，然后我加了一个像我这样子，啊，好 ，OK， 好，对。那这时候呢，你们在等谁？在等刘力扬，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我们来掌声欢迎刘力扬！欢迎我啊！扬！来，把那手给我啊！
对，好，谢谢，对不对？好，来，贝阳，欢迎再次来马来西亚，谢谢，大家唱歌好不好听啊？好听。对，我跟你讲，在我突然之间，我真的觉得说很特别，来重新编曲过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说今天是配合这个场合特别再一次编曲，对不对？对啊、为了我们这今天的演出重新编曲。对，好，我觉得说讲一下喜欢这首歌吗？的重新编曲。很喜欢啊。对啊，你就喜欢吗？喜欢吗？对，只有马来西亚歌迷，只有现场歌迷才有这个耳福跟眼福，对不对？是是。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待会可以聊，继续聊更加多。接下来这首歌曲，到时候也是下一张专辑，也是非常大家怎么说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对不对？大家是非常的流行，因为在电台，在马来西亚之前听到这一首歌曲，有的是眼泪笑了，把它交给梁一。